您年纪也不大哦。我65。对呀，您是哪一届的？您前面说。我73届的呀。73届的。我74年下去。哦，74年，那你在农村待了5年，直接去的农场。安徽阜阳农场啊，这农场是做什么呢？他是军垦农场呀，老早是部队的嘛，也跟他一样的呀，也下地呀，农场也是下地。也是小麦、黄豆呀，嗯，但是房子比他们好呀，我们有宿舍的呀，住宿条件要好一点。我们拿工资的呀，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呢？当时？第一年去拿18块呀，后面还涨了，后面涨了大概24块，最多就得24块。24块。我们吃食堂的呀，我们也不做饭。你们条件比他要好嘛？那等，但是那他是军垦农场嘛，他有讲部队编制的呀。对，那你们日常的话也是这种军事化管理吗？不是的，他就是那些部队的四川的那些当兵的嘛，到他那边。比如说早上要不要很早就喊你们起床啊？但是很少的，除非到菜园子干活，一般也是8点上班到下午，中午回来吃饭，当中还有休息。那像你们的话也是这种住集体宿舍，我们集体宿舍，一个宿舍住几个？我当时去的时候是4个，一间房间4个人。后来人陆陆续续嘛，有的走了没有的，分到别的地方嘛，就2个，因为比我们上一届的人都上掉了嘛，他们走了。房间空出来嘛，就2个人一个房你们日常也是干农活种一地样呀？的呀。麦子不要割的，黄豆要割的。麦子它有那个机器的嘛。对，你们有休息吗？有的，一个礼拜大概可以，礼拜天，一个礼拜一天了。那你们休息都去干嘛呢？休息嘛都到镇上去呀、赶镇集上嘛，啊。哎，赶集回来买点菜烧着吃吃呀。哈哈，那时候我们烧的煤油炉嘛。然后自己烧了家家餐，属于。几个人比较谈得来的嘛，就在一起做做饭吃。你在那边，你现在就是那边的姐妹啊，都还有联系吧？现在，我们农场回来的，他们我们经常聚会的。你是经常聚会的。这一次他们又订到1月8号，我说我老公说不去，太冷了，到赵家楼去一天。我们是每年年会聚会，然后连队里还有，也有机会。您79年也是大批返程，你就回来了。没有，我第一个先回来，我也病退的。办的病退，比他们早一点回来。我是病退的。后面80年的，81年的这大个缓存。对，后面就大批都回来了嘛。我是搞病退的。您回来之后就直接在理论里面上班了。一直上到退休。就在这一个地方。没有，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小区这个房子，我们一个我是印刷的嘛，那个机器有噪声嘛，后来搬到远一点了，转过来搬了好多地方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干活有那个设备一直要增加的嘛，印刷机不是由从小到大一直要发展的嘛，规模大了以后，你就要找新的分点了。对，他们也要找房子，找地方大的。我从坐那个这个2个手放的那个车，然后坐的那个大车，或者那个印刷不是手摆的吗？对，您是，但您退休是哪一年退休的？我06年，06年，现在退休十几年了。我五六年生的嘛，06年退休，50年。06年退休的。但是我们厂我是01年回来的，我们厂不进去了嘛。我就签喜保回来了嘛，他可以加金加到退休。就是你人提前回来，然后交金是正常交的。交了嘛，他单位也交了。有工资吗？你说的这个喜保期间，没有，只是帮你交金，工资这是是没有新喜保，老喜保有的，新的喜保没有的。那个时候还分老的新的。当时也是因为厂里的这个效益问题，是吧？对，让一部分人回来，全部回去的我们。那这个厂就没开了。我们是2000年办的这个手续，我后来又做了1年，我又回来。还是在这个单位做啊？我们因为全部人走掉嘛，有的还留在那里嘛，还要做嘛，人不够嘛。我做了1年。又回去做了。
现在像你应该也有退休工资的啊、哦嗯，一个月大概到时候可以。我现在是4600不到。哇、哦，还可以。嗯。啊，您工龄蛮久的。我工龄嘛，我们上农场全部算进去的呀。哎。我是32年。32年，对。从到农场那一天开始到我回来。对，叔叔呢？他说他比您大几岁，他哪年退休啊？他比我大6岁。哎。他要41年半。嗯。他是哪年退休？他11年。11年，你是06年，比你还晚几年？他比我晚5年呀、啊，6年。嗯、啊、因为他刚才说他是属于事业单位、事业编制。他们回来是，他是那个民房嘛，民房后来这个民房公司，他现在分上海有一个市和区的。嗯，他属于区人房，他经济是人、嗯、是人房。嗯，这个的福利待遇又有区别的。哎，后来他们又区人房改掉，改的管理所把它接管过去了。哦，就算事业单位了。像他这个事业单位的话，应该退休待遇蛮高的。他因为是什么啦？80几年就他自己出来干了嘛，啊、停薪留职、嗯、是到付钱给公司的。他自己在外面做钢材的嘛，嗯，外面派车去做那个钢材线材的什么，嗯，那他有退休工资吗？有的呀，但是他很低的，他退的时候就是办普通工人的那种退。现在到时候加到现在可以六千不到，哦，也还可以了，嗯，6000不到。他如果在上班的话，他属于干部的一个又要高一点，还要高，嗯嗯，他是80年就不干了，就自己干。对，那现在像你们二老退休工资加在一起也有10000多了。嗯，主要的开支在哪里啊？主要开支就是他现在外面做的那一份，等于我们两个退休工资在留的。哎，嗯，然后他现在就是退休以后出去再打一份工，打工的那天我们开销，就维持日常开销。嗯，有的外面要支出什么，再退休工资再拿一点出来。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对，那这些钱主要是用在哪里呢？生活费我们就家里买东西了，是吗？哦，你们俩身体怎么样？他比我不行。他没什么毛病。没有，他就是脚上有点那个，哦、像人家那个动脉那个血管那个。嗯，有点小毛病，是吧？您身体不太好。嗯。您身体怎么了？我身体一直不好，在农场就一直不好。嗯，现在要长期吃药啊。吃药，我现在那个这一阵在打竞争嘛。嗯，身体是什么毛病啊？反正该生的病我都生过了。就是现在心脏患，他是冠心病嘛，照那个支架中，反正这个不舒服。哦，像药像高血压呀这种老年病有、啊。高血压药。嗯。对，这装支架的药，早上分2次，下午睡觉起来。也要吃叶酸啊，维生素 B2， 保心。